现在呀，这稀奇古怪事儿就是多。你像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这种节那种节，就一个春节和八月节啊。现在可倒好，情人节、圣诞节、感恩节，这不，今天又赶上一个父亲节。我呀也是三个儿子的父亲，每到节假日啊，我是真想他们几个，但是啊，孩子工作忙，压力又大，我不忍心麻烦他。哟，今天是父亲节，我给我父亲买点啥呢？对了，我给他烧点纸去吧。爸，开门。谁呀？哎呀，开门就知道了。呀，小玲啊。不是我，还能谁呀？三宝干啥去了？他咋没来呢？哎呀，他能忙啥？上网干游戏呗。哎呀，这孩子净没这个正形啊！你说你有那时间，你都用在工作上，让领导重视重视，净扯那没用的。哎，小玲啊，嗯，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啥事儿？虽然说你和我们家三宝马上要登记结婚了，可是呢，你还没正式的过门啊，老叫爸爸的有点早啊。哎呀，管你叫爸你还不愿意啦？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我早喊一阵儿，你是不是多听一阵儿？听一阵儿你就少一阵儿，那万一管你叫爸的时候，你再听不着呢？啊？笑的啊，别往心里去啊，老头儿。这孩子说话有点虎车的你。没身没钱，那时候你来干啥来了？啊，这不是父亲节吗？特意给你准备的，来接礼物。干豆腐。咋的呀？这多有营养啊！我告诉你，老爸，你炒菜的时候，你一定多炒一会儿，你炒软乎的，别把你牙割掉了啊！快去吧，多炒会儿，我也吃啊，快点！年轻人，咱们是不习惯。一米五，哎呀，就能放个小茶几。这行啊，三米，正好放个大沙发。看看这儿啊，一米八，哎呀，双人床正够用的。哎呀妈呀，吓我一跳，走动咋没动静呢？不是，孩子，嗯，你可别整那双人床。三宝他妈走的早，我那边都闲好几十年了，你可这个我睡不惯那玩意儿啊。我习惯就行呗。你啥意思你？爸，你是不是误会了？是我们住，不是你住。我和三儿决定的，把这儿当新房的。哎，等会儿，那个你和三宝结婚，那房子首付钱我不都给你们了吗？还贷款多累呀！啊，不是，主要是想在你身边照顾你，照顾你嘛。那个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咱家这房子啊本来就小，你说你们俩搁这儿结婚，我上哪儿住去？地方不多的是吗？你看你就住这儿。哎呀不行，我那块放个茶几。哎爸，你住这儿。啊，那块放电视柜了。住这儿。哎呀，我小狗住那儿。你就住这儿。阳台？对呀，阳台多好啊，阳光明媚，空气新鲜，最适合你了。新鲜？那可不是新鲜，那都没风，和住外头不都一样吗？
你不咋乐意呗？你也太狠了，咋的呀？你想让我和你儿子露宿街头啊？你也太损了，有你这么当爸的吗？有意思。我说你们两个啊，你们年轻轻的，你啃老还有理了啊？我告诉你，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俩搬进来。不搬呐？不搬就让你儿子和别人结婚去呗，本姑娘我不伺候了。有意思，哎，咱都拿来。哎呀妈，气死我了！哎呀，要往这当新房。哎呀，哎呀妈呀，我啥也不说了。听见没？这是阳台都不让我住了，这是，我是，你们要干什么？爸，我二宝。来来，爸，你看我媳妇儿给你买的礼物。哎呀，你们呐，为了花钱挣钱都不容易啊。应该的，过节了嘛。你可真。豆芽啊，爸，你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搁家挨的时候我都想好了，我送这个豆芽子是有意义的。爸，豆芽是怎么长出来的你知道不？黄豆发出来的。这就对了，豆发豆发就是咱爷俩都发。豆发。爸，咱爷俩合作的话肯定都能发财知道不？对，肯定发财。我那词词转词啊。媳妇儿来。娘娘媳妇儿你再往那点来，再往后退，对，看见了？不是，等，你们俩给我停一下，怎么的了，二媳妇？你们也抢着我这房子要住啊？哎呀，爸啊，你爸呀，你想多呢。我跟你说啊，就你这破房子，你给我住我都不住。我想在这儿啊开个幼儿园，你知道不？幼儿园？啊，幼儿园，开幼儿园啊。那我上哪儿住去？哎呀妈呀，你有地方住啊？你就跟小朋友在一起住啊？跟小朋友一起住。爸，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呢给这开个幼儿园啊，我天天给小朋友们上课。完了，到时候我做饭，你也听课。我给你拿个小饭盒啊，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到那时你多幸福啊，爸！吃现成的。不是老二媳妇。那个幼儿园老师啊都得经过学习，上过什么学校啥才能教。你说你十个字得有八个字不认的，你当什么老师啊你呀、啊、爸，你看你这不像我的实力呢。不是爸，你这不还有我呢吗？那不咋的。那啥媳妇啊，咱爸爸有点不相信你这教学水平，要不然你给展示一下。展示吧，来，真的，你跟爸当的幼儿小朋友，来过来。爸，咱俩当学生。不是你们这要干啥呀？你们来吧，爸。老二媳妇啊，你这，哎呀，这是开幼儿园挣钱呐！坐，都坐好了，都坐好了。我的黑板呢？给我挂上来。爸，你把手背过去。哎呀，这。上课啊！今天老师教你们认字。吃吃一个吃吃饭的吃吃饭的吃水思维水喝水的水喝水的水把这个俩字搁胯堆念
爸喝水。哎呀，这咋这么别扭的？你看，爸你多聪明啊，都会抢答了哈。这个非常简单。下面呢，老师教你们背诵一首唐诗哈，坐好了。说，哪哪哪，歪脖向清歌，红毛浮绿水，红掌拨了拨。写一下啊，写一下，写一下，写一下啊。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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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媳妇啊，你说你大舌狼藉，你往哪儿拨了呀你？啊？笑不笑？拨了拨。笑什么笑？笑啥啊？你笑什么笑？哎呀妈啊！上课注意听讲，知道不？啊，不尊重老师是不是？啊，我就不信我这个老师教不了你个小子，知道不？啊啊！吓人！吓人！你给我撒开！你给我撒开行不行？我说，老二媳妇啊，你呀、啊，你简直就比那个有一个小学校长你还可恶啊！你这你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幼儿园阿姨呀、啊！你不但要霸占我的房子，你还要虐待儿童，哈！我就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爸，你说啥呢？滚！怎么滚？放心不正，滚出去！滚！傻呀？太傻！滚滚滚滚滚滚！去挣钱！这挣钱！爸，这滚！老伴儿啊，你看见没呀？这就是咱们的孩子，你可倒好，先走了，你把我扔到这块儿。老伴儿啊，我跟你说，我不愿搁这儿待了，你把我叫去吧。爸，你爸是我，老大媳妇来了。您这是跟谁生气呢？爸，咋的了？白眼狼。白眼狼？大白天的哪有白眼狼啊？爸，您咋的了？爸，不用说别的，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拿出来吧。啊？啥呀？父亲节礼物呗。哎呀，爸，我来的时候啊还没啥准备。爸，这那个你把这个干豆腐呀，哎呀，不是冻豆腐，你冻上，一会儿该化了啊。我没说错吧？都是一个套路的。冻豆腐，硬的，这是直接把我砸死的。爸，我看你老啊，今儿个心不顺，一会儿啊，我给你炒几个菜，你老啊喝两盅啊。不要寒暄了，有啥事就说啥事儿，拿出来吧。啥呀？卷尺，凉吧，走。哎呀，凉凉。爸，您都知道了。那行，那我就不瞒你了啊。那儿不用量了，那长三米，宽一米五。这儿不用了，这长一米五，宽四十。你没来，有人都替你量两回了。不量了，你还是放幼儿园的小凳子，你还是要放沙发，你随便说。爸，我想啊，给菲菲放个书桌。什么？你说什么？你们为了霸占我的房子，连孩子都不放过？那菲菲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家新买的楼房，又是温泉入户，又是什么风景凉台，那就秀丽，又是，你们可别把孩子给耽误了啊！爸，你说的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不用说了，你们几个我是看透了，你们不要着急，急啥呀，等我呀，俩腿一蹬，俩眼一闭的时候，我会非常公平地把我这点家产给你们三家平分。但是在我没死之前，你们就容你爹有个容身之所就这么难吗？非得把你爹扫地出门了，你们呢？爸，你们简直……哎呀，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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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爸，爸，您别生气，爸，爸，哎呦，爸，爸，您别生气呀，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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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消气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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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歇歇气儿吧啊！爸，爸，你好点没？爸，爸，爸，您的房子永远是你的，我们哪谁也不要。您误会我了，爸，我跟您儿子，我们俩商量好了，爸这辈子也没有住过新房子，我们家新房子下来了，也装修好了，我这心里合计呀。等非得高考完之后，爸您搬进去，我们搬出来住。可你那孙女啊，一听说您搬过去，这孩子就一天也等不了了，非得让您马上搬过去住。爸，买房子的时候啊，我都选好了，那是个专业的养老社区，里边有温泉呐、医疗啊，什么都有。爸，您不是有风湿病吗？天天泡泡温泉水对您的身体有好处。买房子的时候啊，我特意呀、给您买了一个一楼，没啥事出去溜达溜达，侍弄侍弄花草，晒晒太阳。爸，我婆婆去世的早，这些年呐，你老人家又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拉帮成人，不容易。爸，你辛苦了。现在孩子们长大了，也都成家立业了，可是您的心里头啊，还一直在牵挂着我们。你一辈子也没有过过一天属于自己的日子。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孝敬您，让你好好的生活。你为了自己好好活着，为了我们儿女，你也应该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新房子爸您去住，我跟你儿子住这个旧房子，这以后的生活呀，就让我们年轻人来扛吧。爸，那个我大媳妇，爸搁这住挺好的。你呀、和菲菲你们都懂事儿，爸爸知道，你只要你们小两口家孩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爸爸就高兴了。没啥，我就搁这住吧。爸呀，那可不行啊，您那得搬过去，你要是不过去呀，菲菲不得怪我吗？我呀得给菲菲做个榜样，我要不孝敬您，菲菲能孝敬我吗？爸，新房钥匙，父亲节快乐。精彩相声、小品《东北二人转》，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QUYI56，关注曲艺社。